所以我们要知道解生密经的定位在哪里，这你要有相当的清净心呢。如果你阿罗汉的那个阿，你没有到阿那含，也没到阿罗汉那种稍微境界，你怎么去听这个经呢？你要相当的清净心哦，还要你空证后哦，经到空证以后哦，再来了解解生密经是最好的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境界，那你就听一听哦，成佛即要成佛的人哦，到底在这部经你可以学到什么？也就是说你要把这经学得好的话，最起码你要有达到这个境界，你要听这个经哦，你会感到很殊胜。不然你会觉得哦，哇，这离我还很远，因为我跟阿扁较有境界哈，所以阿扁要见这经，阿扁就读个听个哀叫呢。他们说哦，那真是亲嘛，这经啊真歹经历啊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解释这个经题哈，首先我要了解解生密经的意义哈。好，解生密经这个梵文呐、啊，就可以称为叫做生密跟完美，生密跟完美的经，因为这是佛陀对大菩萨讲，所以很完美的经，而且非常深的生密哈。所以呢，一致的意思，这是佛都是一致的想法。好，这是大珍珠的意思，又是一个整个经连接连贯的，因为问的话一个一个问，一直连接的，连接到成佛去。他这个经哦，从你刚开始一直连接到你成佛，那这叫做连接解脱，这个可以让你完全解脱的啊、哦。这个解脱不是只有阿罗汉解脱，可以到所有的解脱哈、哦。还有契经、正经，还有灌经。那这个解呢，解生命界解脱叫做了解，或者叫做解放心里的很多里面非常非常深的脱。会解里面非常的深，且维系着心的意识，把心结解开，这是远离离心意意识的意思哈。解不仅是了解，而在实际上是对于法的解脱。所以呢，沙哈对不对？森哈是生命，经名是这样的哈，叫做是维系，是生命，经名是这样的哈。沙希在马卡亚哈，叫做解生密经呐、啊。反正这个是梵文嘛，叫做解生密经。当然有的不是翻成解生密经，因此经总共有四个版本哦。我为了这个解生密经有四个版本，那大家了解我们这个版本是哪个版本？唐玄奘法师的啊，玄奘大师的那个经哈、哦。所以呢，这个有四种版本在哈、哦，那每个人了解不同。那解生密经是玄奘大师翻译的，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是玄奘大师翻译的，因为他中文梵文都很精通，所以我们呢翻的会比较恰当一点哈。所以我们是看这个经是看玄奘的诗经典。关于本经的定位讲完了吗？哦，本经定位，解生密经略称为生密经，这部经仅有五卷，在古代的书不像现在的一本两本，是用竹子编成的哈。都是编成的那一串一串的，所以在上面刻的文字不能刻太大卷，太大卷都会抱不动，所以古代的经文都是在那个竹简里头刻好，刚好呢可以用双手展开来看。所以大般若经那么多卷呢，并不是一段落跟一卷的，是以竹片的容量来定的，写到哪里就算到了哪里哈。中间呢、啊、这一段未说完还是算一卷啊、哦，例如讲，咱主要咱来看一个《地藏经》《金刚丹》哦，咱《地藏经》有上中下卷，咱就要有那个第十三篇，但你啊这有竹简，唔像你哦，竹简一下个头都，伊个竹简下了哦，叫个是竹简哦，他没有办法一分段这样写，他以前古代是这样的，所以他是拿起来看的，啊、哦，现在有印刷就不一样了哈、哦，所以他说卷与卷之间意思没有完结的话，还要接下去，啊，这个品呢？就是这里面的章节不能用卷来分里面的内容，用品目可以分啊。这一品的内容在讲什么？这部经就是如此哈。好，再往前面看一下，在还没有讲经文以前，我们先了解一些概念。如来藏的净法界是佛的境界，修证到佛的境界，才有真正如来藏可以说。否则我们不用如来藏这个名称。如来藏它的名称叫做。他什么梵文吧哈，是指一切众生的烦恼心中所隐藏本来的清净，叫做自性清净。咱这话讲自性清净，就讲到咱一般的人都很难去讲它，
因为只有佛才能够讲到自性清净，讲到如来藏。我们本身的本性是清净的，是因为我们起生灭的这个生灭相，让我们产生执着跟分别，我们心都不清净的。那这个只有佛才可以讲到如来藏，我们一般凡夫不能讲如来藏啊。我怎样如来藏是安怎安怎安怎？其实我们还在生命中，我们还会执着心，我们还会怎样？还有分别心啊。所以我们本人很难达到的自性清净的如来的法身呐、啊，哈、哦，法身是如来法身，凡夫没有显示如来藏的真实的功用，所以如来藏虽然是有，但不能显露。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讲如来藏，却不知道这个如来藏的何意义，以及它的功能为何。它具足怎样呢？它具足甚深微妙的神通变化，以无量种智。所以呢，只有佛的境界才有这个名相，没有到佛的话都不能讲，连那个弥勒佛还不能讲到他已经达到这个境界啊，他可以达到这个如来藏境界。因为佛，因为弥勒佛还有一分的无明。那如来藏的境界是要怎样呢？第一个就是要破两个，第一个叫做怎样？无什么人无我，还有什么法无我。但是呢，二罗汉可以破到人无我，二罗汉境界可以破到人无我，因为二罗汉对他六根清净的，他人不要去追求贪嗔痴爱，他可以破掉人无我，他可以成就二罗汉，他可以用我不要贪嗔痴爱的，我要解脱我自己，而他可以得到人无我，但他不敢修法无我，不敢来人间苦跟乐，他认为他得到了，还有我得到啊，还有得在啊，来众生来这世间转世会艰苦。他也要苦乐，我得到快乐的解脱了，我解脱了，他还有解脱不解脱的分别。所以这个时候他法不能破掉，但菩萨要去修法破掉才可以成就佛。但在弥勒菩萨的时候还有一分的怎样，一分的无明的，有没有什么的法，为了一边无明的法，在我们的生命经上讲，因为弥勒佛为了度众生，为了度三次龙华会，他是不是要怎样？三世龙华会，他一次九十六亿，一次九十四亿，一次九十亿，他要显非常大的神通量。他显什么？显到他控制不了那个神通量。他说这也是无明。后来那个释迦牟尼，你这个还是无明。我神通量，我为度众生那个愿力也是无明。好，对，那个还是因为佛没有愿力，佛已经到没愿力了，你还有愿力啊？因为你还没成佛啊，等你成佛，你愿力都没有了。所以你还有很大的神通，因为你必须完成那个愿力啊。他说那也是无明哦，所以你去了解解神秘经，要说哇，您这个神通力太大，都是无明。好，所以要了解这个解神秘经是不容易的哈、哦。我们再看一下，我们的心有病，不能用如来藏这个名称哈、哦，只能称叫做什么阿赖耶识啊。因为我们凡夫，我刚才讲阿赖耶识哈、哦，这个原型是叫什么？叫藏，隐藏的意思，藏在哪里哈？这个隐藏的时候呢，阿赖耶的话原型叫做阿赖，这是藏隐藏的意思哈、哦。再细分阿赖，再细分就是连着，还点条条哎，自留留着你不离开的。阿就是有个直取意思，我把它直取。阿赖耶是就是无所不藏，又能直取其业种，也就是造业后呢，它能无所不藏。他看阿光，他电脑赶快了，电脑会不会直取？会啊，你要动一动念头，电脑抓什么资料都可以抓，藏在里面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它自由在里面啊，所以你要把它到它垃圾啊，你不丢到它自留啊。所以说，等于阿赖耶识等于我们在用电脑一样啊，它全部在里头啊，你的种子都储存在里面，你的什么念头所做行为都在里面啊，啊，都是这样子哈。所以来讲哈，而刚刚说佛的如来藏是具。被了什么受用和合的一味四智，对不对？他已经达到转世成智了嘛，所以受用和合一味是大圆净智的意思哈、哦，可以和众生类，也可以众生个别的体，还有有情还有无情都可以融合，让众生来受用，这是他的受用身之用。等到佛性的人呐、啊，他具备有两种功能，懂了吧？阿斌，不要睡觉。往上拉一下，好，真的佛性的有两种，你要打瞌睡，我知道啊哈，真的两种功能、啊、一种叫做自受用，自受用还可以感召到清净的佛的净土哈、哦，
感召32种的庄严相，这是我自己有达到佛性的时候，我达到我的佛性，我这个佛性就可以化为我的32相庄严。那个你的灵光不是这个外表相哦，你的那个灵光是32相的，你自己会有净化你的灵光出来，那这个32相会显出来。第二个，你可以怎样？你自己本身有自受用怎样？都是众生要不要都可以，你都可以让佛光来普照他。对，另一个他受用，一个叫自相，哎，再往下拉一下，往下拉一下。一个自受用没有讲完嘛？哈，自受用是说可以感召到清净的佛的净土，就是我可以让众生感到我这个净土。如果说我们有说的过的话，会感受人家想要来这个地方来修行，但是他有感受力，他那个光有感受力，他想要借他的光。像我们看那个九华山有没有那个，我们那个南这边段又苗栗九华山有，苗栗叫九华山去，嘿，地藏菩萨有女菩萨对不？为什么打在边呀去找伊？因为他不要说话，他只要放光就好。他有大众镜，他放光就好，他用他的佛光一直放，结果呢，每个人都会感受到要去那边，就一大堆，然后就一步一步过去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了那个听说那个地方也变成一个真的，一个假的，变成冷静啊，哈，也就是说有光的力量，你会去找他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会去到九华那个什么安徽九华山拜拜，我会到普陀山去拜拜，他只要放光就好了。你就自己要去找他的，不是他找你啊。啊，你念他的话，他还可以找你啊。啊，你也会去找他，那个是不可思议的力量哈。所以说这个叫做自受用。他可以感找到清净的佛净土，又可以找感32的庄严相。第二个，他有他受用，自受以后之后还有他受，给众生受用的。无论众生要不要，他的佛光都可以照得到他。若众生向着他，就能可以受用；众生不向着他，也被种种烦恼心病所迷的话，佛光虽照他，他的受用身啊是来给众生用的。也就是说，你有念他的话，你就可以得到受用；你相信他，你念阿弥陀佛就有受用；你念观音菩萨就有受用。他有一种是给你受用，一种是自己可以自受用的。他的这个如来藏有这么大的功能，哈、哦。这一类众生都是心有大病、身常为非作歹的人，是不修行的人，或修行的人具有邪见，邪行的人就不能得到受用。好、哦，有修行的人呢，意念诸佛，他佛受用身会跟你合一。如果你心不清净，慢慢的也会变成清净。不必念佛，只要心观想佛像哦，一观想他，你就可以得到安详。何况你是念佛，因为他有到那种功能嘛，哈、哦，所以你就会心安详。因为佛的他受用身是有情无情，他都可以包容。观想他，当然就能够和他合在和光合在一起。所以呢，不好的人的心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当然会清净的、啊，因为他会让你清净心安啊。佛有众智慧，也可以和众生一切有情无情融合，这才是如来藏尽法界等德的人才有办法做到。所以我们说有3种意生身哈。上次我们在上课那个楞伽经有上过课的话呢，大家都了解哈。意生身有3种意生身，第一个叫什么意生身？三昧乐意生身。七地菩萨以下的人都得到三昧乐意生身。好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觉法自性意生身。什么叫意生身？你自己打坐就会用意识画一个法身出来，去穿石穿壁都可以，他又回来这样，你有时候意生身哈。就是第二个容易以后产生一个生出来、哦、第三个叫什么？叫做种类俱生无作行意生生。好，这个三昧乐意生生，我们二罗汉就把它称为什么？解脱生。修二罗汉的人叫做解脱生，不叫法生。菩萨初地到七地也可以叫做法身，
八地菩萨修的叫做觉法清净法身，他不用三昧热，他拿掉三昧热，他可以觉到他的自信的法会不断能量出来，哇，不可思议的能量从自信里头一直出来，这叫觉法自信的一生生，哇，那个不可思议了。那到了这个佛的时候怎样？种类俱生，任何的种类他都可以跟他含受，有没有动？他没动，无作行，就是你只要念他都可以得到他的摄受，他可以到种类俱生了，这样懂吗？这是最高境界，这是佛的法身，这佛的法身，这是八地菩萨的法身，这是七地以下菩萨的法身。所以我在楞严经就有讲到这里来啊。所以我说上课我们为什么会把楞严经先讲，讲完再来讲这个课程，因为这个是借力式的。如果有听经的，有每次都来听课的话，你的智慧跟你的思维是不断的一直成长上来的。好，今天就是阿斌啊，也一直在整理经典，他才一直进步那么快啊。郑老师也常常都到了，有常常都有从头听到尾的，会觉得哇，这个经原来一个比一个更棒，这个色受就很强的哈。所以这个色受三种一生生，那我们这就讲了哈。所以他可以每一个的有情无情啊，都可以种类俱生嘛。他就可以化种类俱生跟无作行嘛，达到一生生这种境界嘛，所以只有进到怎样进法界证得的人才有办法做到。我们的人都有心病，所以这个事呢就不能称为如来藏了，我们都不能称如来藏，因为我们是业报身的阿赖耶识，业报身那个阿赖耶识会去转世轮回的，业报身的这叫做业障，我们这个叫做业障啊，这个业障，这个本身也叫障的障哈，这如来藏的藏，业力的如来藏哈，那藏在里面，起心动念和众生结的善的因缘成了，是我们起心动念，还有跟众生互相结的一个善的因缘。我跟你最行力，我跟你安怎来的结界善的因缘都靠地府去算账，靠地府算账去判刑，啊，你欠账去转世做业务，啊，你做业昂，啊，去算恁的账。好，啊！你话转去倒去小业引堕业中，这种东西咱自己本身业报身的阿赖耶识，起心动念和众生结的善的因缘所成的，都是阿赖耶识，所以他能无所不藏哦，形成未来的果报的种子。这个果报的，我们就要把它称为易熟识，因为它到最后它会成熟，就转世去了哈，叫易熟识。所以呢，种子会发芽，也会受报。所以我说因果不空。万象皆空，因果不空。为什么因果不空？因为阿赖耶识在，阿赖耶识在。你碰到什么时间，看那个好气好气他，很恨他，因为以前你跟他有过节，就特别恨他，很叫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有时候儿子不小心就把父亲干掉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以前有那个阿赖耶识在，一种子一名谣的说，哇，完了，又出一个问题出来了。所以这是我们众生无可奈何。说到的 IS 因果里头啊，在千千缠缠缠缠千千，嘎尾停了你哈。所以唯有修行的人哈，能够了解这个佛法的人，就比较会有智慧哈。是吧？各位，剩十分钟哈，好，把它快一点了哈。好，目前只有解深密经提出阿陀那识，有没有？我说有个阿陀那识，就这个经条解行这个名词呢，这个名词跟阿赖耶识有何不同呢？我们现在分析这个阿陀那识的梵文的意思。阿陀就是捐赠、布施、施舍，就是我要做菩提的东西，我要布施的人。所以你说为什么有人会布施？因为他慈悲，他会来听经闻法。阿陀也是，你懂吗？他会捐赠，阿耶是有这个功能在，他是善的，很善的哈，所以他说他是捐赠、布施还有施舍的意思，是否定阿是否定，所以阿赖耶都行人只取不舍，就是他只取还有不舍的时候，就对修行他只取，他对经典只取，他对这个修行他一直努力精进，这也是来自阿赖耶。所以这个跟阿赖耶是不同在哪里？就是唯识学讲阿赖耶是有三藏。它是有哪种三藏？第一个叫能藏，三藏能藏，把所有的善的种子藏储存起来，像电脑一样。第二个叫什么？一个能藏，一个叫所藏。所藏当然就是存藏这些业种，对不对？第三个叫做执藏，执取种子为真为我，这种为真为我，
因此随因缘果报去受报。哦，过去也是阮某，迄阮某和阮某，伊阮某，啊，怎伊转世去啊？要安怎？无要紧，伊过去是阮某，我做伊的查某囝，我做伊后生不来啊？情，情来下动，那个情怎么来？因为有以前的情在，所以他念得一动又去了。有情来下动，因地果还生，无情亦无种，不生就不灭。这个是啊，也是阿赖耶识的问题，他有那个情的转会明芽出来。所以阿赖耶识这个功能呢，它内变根生，它可以变成你的六根。内变根生，我问他怎么样？内变根生，例如说，猪有没有阿赖耶识？有，猪它转为猪，它也有六根。狗有没有阿赖耶识？也有，狗也有六根，都有。那这些都是六根，它是叫做六根生。还有它化为怎样？你人界是这个世间是你的。啊，我是住在沙婆世界，这个世界我看到的。好，那如果我们住在这个异界天的四天王天，你就认为四天王天是你住的地方。如果你再进一步到了哪一天，到了倒立天，吼、哦，倒立天这个天是我住的地方，这叫气世间，你懂吗？那六根你也有六根，所以这个都是你阿赖识到时候变异熟识，一变懂你就变成人类，哇，你就有六根了。六根，那这个世间是你的住的地方。就是阿赖耶识作用，好、哦，这要了解它的话，就是所以阿赖耶识功能就会内变生，还有外挖化气世界，它会幻化，会变成正报和依报。正报就是你的六根身，依报就是你依在这个的沙婆世界生存，你认为这是你的国家、你的国土，你是台湾人，世上不是台湾人，我也拢是台湾人。啊，我不是中国人，哎，一定要，因为这个有正报，有依报，依报就是我依这个国土来出生气世间，正报是我的六根，有六根好一点，有六根比较不好，这是做你的阿赖耶识的问题哈、哦，所以他就这是有这个根生跟外世界，它会幻化，会变成正依报的身跟福禄寿等等，所以五阳那后面啊，那排名啊，后排名东西，因为他的善恶种子的问题，他善做的多，恶做的。多跟善恶的问题哈，所以才有福禄寿等。所以阿赖耶是具有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十八法界的万有的法序。我们今天只上到这里哈，啊，下一节课由阿斌来上课哈，先到这里。老师，请你今天好，我们要慈悲。谢老师。